生活随手可得的小物，让人怀疑人生又脑雾。哎，真喜庆！它就是彩色的铁丝啊，就是不知道叫什么。这个叫什么？小鸡鸡。所以你小时候会吃很多小鸡鸡啊？我都吃大的。来，所以这是什么呢？哔哔，快乐棒。只有快乐的时候会出现它，真的可以快乐啊，就。你看，你看，大家都笑成这样，快乐。金马鞋店，东森超市，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